看，今天不是补习日子。还好今天来得及赶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不知道，突然背很痛，弯着也不是，坐直也不是，这样好了，这样，不知道背，哦，很痛。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而且超痛，就是不太能动的那种，就只要稍微驼背就会痛。不是睡觉，好像不是睡觉，因为睡觉姿势应该会从早上就开始痛，可是我从刚才就开始痛。不是腰，是背，是这一块，是这一块，这边，这一块，这边，很痛，不知道为什么。不是练武酸痛，它是痛，它不是酸痛。不知道，好痛啊。拜一下，这样动作不太好看。谢谢白羊神推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没撞到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突然痛起来。今天只能躺在这里比较舒服，刚刚才开始痛。不知道哎，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能驼背，稍微驼一点点就会痛，很高欸，是这一块、欸，这一块、欸，应该手可以举啊，可是后面不行，后面我不知道，它就是某一个角度会痛，就是这个角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某些动作会痛，肌肉紧绷 ，maybe， 看看明天会不会好一点，因为是突然的，嗯，就刚才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以啦。我不要一直动就好了。不行呢、欸，最近没有时间让我没有时间让我受伤哎、欸。哦。我今天就不滑留言了，我就这样子看。我今天就这样看就好了，因为网全会通。拍谁各位，老人家。最近大家都受伤，都伤兵。练武练到受伤，我不知道是不是练武练到受伤，可是就很痛。还是我把它拉近一点，
太黄鱼。对啊，老人家，老人家。我换了我换一个新的了，换一个新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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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不要，我只要不要驼背起来都可以，直直的起来就可以了。不可以说老猎人吗？不行啊，我只可以自称，你不可以称我是老猎。我今天没有烫刘海，因为会太短。昨天有没有很闪？谢谢幻影战士10000个赞。新的，哇好，对啊，莫名的很痛哎，到底为什么？是发生什么事？这样去不要直播，没关系，下次把它丢榜上前十就有。对啊，跟贝勒对接。他会怎样？好，谢谢给我的星之冠。有啦，后面这个很软，很软。OK， 好吃。好的，金子管还好，这边还好，我是不知道，就是中间一点会痛哎、欸，可是这样基本上这样动都是没有问题的，这边都不会痛，就是背后会痛哎、欸，嘴巴上可以吗？不知道是不是受伤，可是背很痛。我们有人腰痛，有人背痛，大家全身都是伤。还是得去检查，还好啦。看看明天，如果明天还这样的话再说。拉伤了，也是那样。是吗？可是我觉得这跟平常的酸痛不一样。不知道，我没有拉过这边，我最近应该也还好啊，不知道。真的很痛，我刚刚就是坐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腰，就是觉得背很痛。
最近可没有时间让我受伤呢。裂风湿，不会啦，我觉得应该明天就好了。对，睡宝宝都一阵一阵，希望它是一阵一阵的，这一阵过完就好了。不然也没时间休息。贝贝被抱一下，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舒缓操，你说背的吗？怎么了？背痛，背很痛。他们在哪里去？哎，不要再让我，不要再让我激动了，好不好？不知道为什么背很痛，可是还好，我不，我觉得我最近有点找不回我跳舞的风格，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之前被人家说跳太大之后，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跳才是最正常的。然后我觉得我最近是不是都跳太大力，还是什么的，然后还会这样子，不知道哎。就觉得想要进步，可是对自己的跳舞的方法又有点迷惘。找到会痛的地方，就是这里，这里，就是只要驼背或者是怎样的时候，这一条会痛。哦，有可能是拉伤吗？我好像想起来是什么动作了。昨天早上都还好啊，驼背的时候会痛。拉伤吗？好，那拉伤就还好。不是，应该不是睡姿耶，睡姿不会痛这一条。因为这么一讲，我好像想起来是什么动作。我还是乖乖，先脚擦一下。对不起，睡过头没看到直播，没关系，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很痛，不知道为什么。拜托，赶快好啊！没有时间受伤啊。网络莉莉特色有困难，嗯，不是欸，就是之前被说跳舞跳太大力之后，我就不知道，就是我跳舞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好好好，我会去看医生，如果有需要的话。但我不想要舞蹈不精致啊，我想要舞蹈精致，可是又很大力。所以之前就被说太大力，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大家喜欢看怎样子的舞。因为我自己也有跳过两种跳法，就是用比较没有那么大力的，可是注意每一个舞蹈动作的细节，跟一种是跳很大力，可是就是跳很大力就比较有活力，可是。如果用就是球就是很安静精致的话，那种就看起来比较没有活力。喜欢看丽子姐，左大你被打了。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大家喜欢看很有活力的，还是喜欢看很有气质的？看自己喜欢的样子，可是我想要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子，我才能去做调整。
唱歌，但大部分喜欢火力，就是我最爱的个人意见。嗯，我也是觉得大家喜欢火力的，可是感觉就没有那么，因为林一跳舞真的很可爱，然后也很有活力，然后就觉得很厉害。可是我就觉得，感觉我的舞就跟我一样，就是很粗犷。嗯，小姐姐会不会是另一种形象？原来她是小美人，真的吗？可是品涵也是很精致的，我脸的表情，我脸的表情呈现出来的。还有讲空班娃，叫我。爱丽丝就对了，就可以看你。以后这些我也可以。我这些不看我的，我脸上填色怎样？嗯，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很想要，就是。再就是精益求精一点，对，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只有活力，然后没有，我不想要只有活力，然后没有舞蹈细节，我想要两个都兼顾，可是好像没有办法这么明显。真实自己内心的想法，可是我怕我就是跳就是太嗨，然后都没有顾到细节，就是我怕大家对我的舞蹈印象只有大力就这样而已。可是我不想啊，我也想要就是大家说哦，就是有注意到小细节，虽然我也有放重点在小细节，可是大家可能就不会记得我的那些小细节，会记得我跳很大力。就是不知道哎、欸，之前就常常有很多人说我跳舞跳太大力，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把这当我自己的舞蹈特色，然后可是就是讲完之后我瞬间不知道就是我应该怎么改变我的舞蹈比较好。律动感什么意思？弗朗格舞什么意思？你说我自己的律动感吗？因为我自己不是会完全就是照着原本的跳，我会多加很多小东西，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到这件事情，演不起，还有不同想法，也是。夕阳，你干嘛？有心急先生，那就回归初心，是开心在表演里面。哎，好了耶，好了。对 ，wink 还有 wink， 再加上 wink， 你会不会觉得太多啊？好嘞，我好了，嘿，好了耶， yeah! 几杯完了，好了，他都一阵一阵 ，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啊，
白诗诗，恭喜你白唱了。好了，他现在没办法。流动水的感觉什么意思？你是说那个我跳舞吗？非常准，就是他都一阵一阵，然后突然就会好起来，然后就突然开始痛。我会去看很多的影片，然后从前辈身上学习他们好的地方。范凯先生差点赶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因为临时有事，所以必须改到今天，对不起。动作不会让你觉得粗糙，我很怕大家觉得就是我动作大，然后就跳得很粗糙。可是我不想让大家有这种感觉，就是虽然我动作大，但我也一样可以做得很粗糙。水蒸风机很像水一样流动，怎么啦？我不喜欢吃这个的梗，这样我还是先咬一口。嗯，好。哈哈，全品，全品。耶、yeah ！我知道啊，我知道。有听说了，我怕法法会觉得很辛苦，因为我太严，舞蹈方面太严。哈哈，一三句，他粒子系统成员的部分未必会全部掌握，什么意思？嗯，跳可干净很利落，还是像，嗯。就是干净利落之外，然后再加上自己的风格。对，魔鬼教练，我怕我太严格。哈哈，尾鱼，就是因为我这就是。嗯，怎么讲？我很希望 Bell Flower 大家都可以很好，所以我很怕我有时候会过度严厉，就是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就是，嗯，等一下，就是，嗯，等一下，为什么他好像还是没有掉？就是怎么讲？溪流流过岩石，在岩石中不会变成石。可是我常常雕一些很细很细的动作，他的臂章是没错啦。就是怎么讲，嗯，因为我很希望大家在练，就是练舞的同时顺便练肺活量，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都要唱出来哦，就是。我会跟他们说，不管唱的好不好，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唱出来，就是顺便练肺活量。然后还有跳舞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哎，我很怕，一起的大家可能比较了解我，就是对舞蹈的坚持。可是我很怕二期的那个安安跟嗡嗡他们会觉得压力太大，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我的练法很可怕。嗯，就安静的，好了，好。
他的啦。太阳哥就带回家了。太阳哥，我怕他觉得怎样？我怕他们会觉得我太严，就是我怕他们觉得我太凶还是怎样。可是就是不知道，大家不是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吗？可是我都觉得我好像有点就是太严以待人了。可是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好，可是我又怕就是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就是这么可怕。唱出来 OK， 唱出来 OK， 什么意思？试一下说话，刚刚为什么林一最可怕？林一什么没讲，一直会去很怕他，我不知道哎。可是我都会去找，我不知道，我觉得二期的大家好怕我，可是我没有，我不知道，可能我在舞蹈方面认真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很凶吧，就是感觉二期的大家都好怕我，可是我没有，我没有，就是我偶尔也会跟他们说，怎么样，像李玲就很怕我，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李玲就是她记不太得就是位置跟动作，然后之前那个 Daisy 在练的时候，我就会就是过去就是帮助玲玲，就是跟她说，你站这边，我觉得她好像觉得我很可怕，可是我真的没有很可怕。然后我每次要跟她就是开玩笑的时候，我每次走过去找她的时候，她都先退后三步说前辈好。眼神跟笑的也不错，每个都是有成功就好吧，希望是是没错的，对，真的是宋慧姐姐的希望，对啊，这是怎么讲，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好。什么这些那些？因为林一太厉害啦，可能还没像你会爱阿里听过不？哎，桃花哥，先抱过去。怎么讲？就是不知道哎，我很怕大家很怕我，可是真的，我除了练舞以外都不会，就是我除了练舞以外，我就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给人的第一印象会影响到对你的态度，不知道哎，可能因为我们第一次，没有，第一次见面，我忘记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比较慢热，对，我一定要跟你很熟之后，我才会跟你就是开玩笑，对，我觉得我现在跟二奇就已经算熟了，就是我可以跟他们开玩笑。可是这当一开始刚见面的时候，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就是那么熟，所以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就是比较拘谨，可能他们那时候就是对我的印象只有拘谨吧。然后后来练舞的时候，我又太 care 细节，很吵的一个人，什么东西什么？姐姐感觉年纪小都会怕，没有，可是。不知道哎，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觉得我很可怕。过于不挤都不行，刚好是你们学问，真的，就是要如何拿捏真的很重要。就是虽然我的年纪比有一些二期的小，可是就是可能在这个团体里面，就是还是前辈，所以就是。也要学着怎么当就是前辈吧。有啊，我有剪刘海，不够整足，惊笑死。对，李宁超怕我，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每次去找他，我都要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跑走了。付的时间什么啦？
哦，年龄每个人都怕。谢谢蝙蝠带的星之冠，谢谢蝙蝠带。但是只要有说是前辈也点，真的假的？保护队。谢谢草莓奖的星之冠。今天都会发现这点不简单。对啊，我不希望大家觉得我太凶还是怎么样，毕竟就是我希望 TP 可以更好。他的脸怕，可能不知道哎、欸，就是他都好怕我们，可是还好啦，他好像没有到很怕柏林。嗯，前辈出作业 ，Daisy 是哪一个？谁很可怕？他比较慢熟，我也比较慢熟啊。就是看我很活泼，可是我真的要跟人家跟别人认识很久，我才会就是跟他开玩笑，不然就是我都只会就是怎么讲，就是会保持一点距离吧，因为我觉得好像因为我自己要知道别人的底线在哪里，我才会敢去跟他讲话或开玩笑，因为我不想要就是让别人讨厌我还是什么之类，所以我都会先观察一段时间，大概了解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才会有更多的互动。那个人冷漠也不随便，不冷漠也不随便，什么意思？对啊，又没有亲子观，我只好手动亲子观。然后跟贝贝比合作，我刚刚又气场很强。你就是很怕遇到一个人什么都不会说的人，然后又开玩笑开不懂，就是。嗯，我不想当一个就是不会展览的人，就是嗯，不知道，我觉得要知道别人的底线在哪里之后，我比较好去抓跟他的距离。没有，我都会去找他们啊，可是他们都很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是长得比较胖一点的。我真的不怕啦，快点去跟他们宣传，我真的不怕，真的可以来找我聊天的话，我只是不笑的时候跟跳舞的时候比较就是比较凶，比较钻牛角尖一点吧。我觉得我跳舞真的算是钻牛角尖，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做到无法挑剔。看起来很凶吗？不知道哎、欸，可是可能他们觉得我很凶吧。可是我都想跟他们开玩笑，可是他们好像都觉得我很凶。不要逼我说，是啊，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很凶。李红梦，你干嘛我翻面？那个其实在翻完面之后我们笑很久。其实现在进入界的要承认你们自己去努力是没错啦。不行啦，不然怎撩我。对，我只是大声了点。我还想看二期 Daisy， Daisy
起里面的日期我好像只有跟谁在说，好像 Daisy 的日期我都没有特别熟。Sakura 的跟婷丽比较熟。对，只要不要抢，不要只要不要跟我抢杯了，都很温柔。你看我都是怎么回事？对啊。嗯，演唱会后台对手机说可以说没人敢做。那个十五期是美音前辈那一期吗？有其他过程，那是韩寒，真的是承认自己的名次啊，要拉近就是大家的距离。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急不得，就是我也不会强行说我们要突然变得很好还是怎么样，我想要慢慢一点一点去培养，我不想要让他们觉得，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要慢慢培养，不是一夕之间就能造成的，所以，就是我喜欢大家一起共同经历过事情的那种感觉，就是那样子自然而然感情就会变好。很常烦恼，对啊，我很常烦恼这个。超级帅就是没人敢靠近。有啊，我有跟面面聊过。就是我很怕我在 Bell Flower 就是给他们太多压力了。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个烦恼，但是我有，只是不知道欸，我觉得跳舞方面我真的太凶了，可是我不想要，我想要让 Bell Flower 大家更好。我觉得不要想太多，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不想太多，要更明显。对啊，可是二期的大家也都很努力在学啦，像是安安，就是他真的，我觉得他真的很努力，就是自己练嘛，就是看得出来，每一次都看得出来，他其实回家就是花很多时间练，而且他进步好像还蛮快的，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功课做很多，闭幕后沉重点是没错啦。对，在湘潭时间收买人心不行，我们要一起减肥。安安很认真，对。就是他很，就是看得出来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练舞。而且之前有说，就是 Bell Flower 的，就是上一次三月那个 mini con， 就是很原本很怕二期就是 Bell Flower 的二期的大家会觉得太累，因为我们就是舞刚好都是比较难，然后比较糙一点的，结果其实他们都有办法负荷欸。有啊，我们有之前有吃过一次饭，有想再去吃第二次。对啊，彼此要求严谨。我觉得 Bell Flower 大家都会不想给互相添麻烦，所以都很努力的在练。我相信其他 Uni 的大家也是这样，就是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然后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
每一集都怕离题，我觉得可能跳舞的时候会怕吧。不知道，我很想知道他们对于我的看法是什么。日本怕只有很凶这两个字。他又不自己说，真的吗？还是他都直播讲这个？谢谢泡泡的亲子馆。泡泡，我的精神粮食怎么很久没有更新了呢？哎呀，你很真，他还是没英文。有要问，结果没得问，大家都很踊跃的发问，脸最臭。我慢慢说，就是不知道哎。可是我又觉得我好，就是我好抄他们哦。可是，其实我只有出六成的力而已，就是，好了，没有到六成啦，有到八成。可是我自己，如果是我自己练的话，我可能会练更凶。如果是帮你采节练的话，我可能会练更凶。就刚说私下谈，不要私下就收了，就是。香草是什么 ？Bell flower。草真的不用想那么多，不知道哎，我就很害怕。看法好像连看都没看过，毕竟没有放眼里，是放在心里。好 ，Bingo， 拜拜！上班加油，加油，加油！倒数还在倒数了吗？好像听说在倒数，加油哦！扎卡，扎卡，你的推在这里。还是你想转推？不香是不是？莉莉不香是不是？还是你现在比较喜欢日本莉莉前辈？唉，大家好好珍惜。Ringo， 爸爸 ，Ringo 爸爸，大家好好说话。你看到没有？没有有。你头像不要发给我。怎么讲？就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当偶像这一行，虽然不是学课本上面的东西，但学到了很多额外的知识跟做人的方法。就像我常常在学校，就是修图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同学就会说，哎，你怎么又在修图？然后有时候可能看我在剪影片，就是我觉得当做这个就是会做这一行，就是会训练到很多平常不会训练到的东西，像是学校之前又要拍一个，就是像是英文课要拍一个 MV， 然后就是。老师在课堂上面放的，然后他说你可以演15分钟话剧或拍一支 MV， 然后我就说那我觉得拍 MV 比较简单啊，所以我们这一组的从就是脚本到
后置都是我，都是我拍的，就是也都是我剪的。然后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人都各有专业啦，就是读书不一定是一切，但是你只要找到你擅长的地方，也可以发光发热。大大全包啊，他们只有，他们只有，大大全包啊，他们只有，他们只，他们只有。有了吗？为什么期待的是哦，加了一堆其他成员的选择，算了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一生我梦境难改一而死的梦，真的不是我的问题的。如果不放音乐会好一点吗？没有，我用热点，家里网络更弱，这样好一点吗？有好一点吗？有好一点，我们就不要放音乐。好像还是没有。还是爬、啊。对啊，还是卡，到底为什么？心好累啊！可以让我好好开直播。对啊，到底在卡卡？到底在卡什么？我真的不懂。应该没有差，因为我都是用热，我都是用热点，应该不是那个问题。红包，
全部都看到了，只是我默默在看而已，我没有回。不是欸，卡拉鸡腿堡没奶汁的。对啊，我的背不会痛。玉米浓汤，对啊，我还有蒸奶，不是蒸奶。才有这么多爆料，没关系的。美奶汁可以不要美奶汁啊，你们不喜欢吃美奶汁哦，我很喜欢吃美奶汁，李小姐超喜欢美奶汁，就是那个板豆那种不是有桌菜吗，李小姐就是她都会把那什么龙虾或者是就是那种袋包沙拉的那个袋包，就是对，然后他都会把上面的美乃滋挂给我。哦，对了，大家我看不到特效哦。我们家只有我吃，只有我吃美乃滋。Maybe 大家是怎么决定自己的推的嘞？突然想问。就是，是因为颜值吗？还是因为个性？还是因为什么呢？我算无聊，这样你看不到这样。对啊，我们换新的，因为上一个就是没有买，就是品质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对，就是换一个品质比较好的。纯银。言い訳 maybe。我原本是玫瑰金的，然后换银色的，纯银的。Yeah, yeah, yeah.因为缘分，因为库里，艾迪也入坑很久了。いつの日が始まらない。花咲いて咲いて踏み捨てて。很不想推下去。应对再交到。原来是因为个性吗？还是长得像某个前辈呢？还是
还是因为跟自己的出生地一样？我颜控，所以弟弟颜值高，没有这回事。只有娜娜前辈跟台西前辈有颜值高而已，我没有。いつ入りが飛んで世界が終わっても最後の一瞬もハッピーエンド。经过严格的审查，这个真是笑死。快闪近距离感受到热情，哪一个啊？是 festival 吗？还是什么？我现在很多谁关注着？哈哈，没有推。原来真有。一个瞬间就足够了，快说台语，十二单没错。哎，茄子这么晚，我一直以为茄子很早哎。我大点吧，好啊。什么？现在对你不好吗？谁 kiss 那完全是不小心的，就觉得这成人很有趣。没啦，哦，颜值只是哦，对不起，我没有颜值。想看到真的偶像上的例子，去年十月左右才入坑。今天会一直留在感性岛，怎么说？哪一句特别呢？YouTube 上面不是有那个 OG 的公园吗？我看那个娜娜前辈就是看得很开心，就是他有穿那个 Yuna 控的那个外套跟那个上衣。废话不算哦，好吧。毕竟失宠了什么？然后就进上直播看，为什么要把正选时期的看完呢？那个真的是黑历史。膝盖好痛，盘腿盘太久了。应该没错吧？じゃあじゃあイラスス追いかけて僕は君に伝えたかった。はいはい、流星。もやもやが消えて大切なものが見えるんだ。大家觉得我有变吗？哈哈，用户名有了解认识他的立家爱出去。哎呦，这阵子真的很黑暗呢。嗯，你们觉得我有变吗？我你是那个你的浪漫。变漂亮，变可爱。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找得到自己兴趣的东西真的很重要。变胖？没有啊，没有变胖。谢谢用户名的玫瑰，还有掌声鼓励，还有看好你哦。有吗？变得更重了哦，想说吓死我，变得更重。嗯，就变形什么？什么变形？变得更有自信，不会一直抱歉。啊，变老。我今天绑马尾啊。
谢谢玉安的荧光棒，偏栗子还是栗子是没错啦。感觉运动的时期的变老，哎，我真的没有变圆，好吧，我有变瘦，哎。怀念双马尾，不要那个，先不要。老子因为刚才是扭动，刚才是想要讲，然后我觉得我日文变好了，在进来之前我真的不会日文，就连那个 Hajime Mashite 都是硬背，就是我很喜欢日本，可是就是那时候都还不会日文，然后我到现在已经可以有就认识几个汉字，然后唱歌的时候有办法直接唱出来，然后就是读字的速度也变快，然后听力也变好了。我觉得对，我觉得变得要求自己更多，要不然就说还是要，泡泡还是要。我觉得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会更努力想要去做好它。甄选影片，不要再看甄选影片。唉，我是说进来之后，那时候还是甄选，那时候甄选还不会日文，可是就很想要跟日文有点牵扯，然后去查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哦，气笑，不行，真是。好热，不是本人整用材的。哎呀，可以治原本的关系，可是会，我觉得有更严重。一直让我前面都好哦。嗯哼，我没想到我们差那么多珍贵的资料，什么意思？啊，烦呢。嗯哼，ポーニーテイル。双马尾太幼了，不行。有啊，是二月的就是双马尾啊。有没有？我记得我po照片不是吗？双马尾的照片。Let me see see。对啊，我记得我有 po 过，不是吗？双马尾的，有啊，我有 po 啊，二月十号，才不老，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是老力了，大家想看年轻的，我是老力，没有啦，我才18，我还很年轻。我留它剪太短，真的很好笑哎、欸。
对不住眉毛，有够灾难，核弹级灾难。都休息。Ponytail。老力，我是老力，老了，老了。还没有，还没满二十之前，应该都算年轻的。你是立正决定的。我觉得比上次好，就这几只吧。没有没有。我们不要开启可怕的年龄话题。有时候就很希望自己能在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进 GP， 因为这样就可以待在这里更久。Popo， 我想听转换最大什么心态吧，会更努力想要做好所有就是所有事情，然后更会时间分配。对，我觉得我现在一天能做好多事情。也说自己好能的天。我也好想要 TP 可以跟本家一样这么久。但是很小，有时候不是，有时会有很多限制，可是可以待在这个团体更久。那种时段进来都不好，是没错啦，也累过头。噔噔噔噔噔噔，想要再 TP 很久，待到三十岁，三十岁前不毕业，四十太多了吧，四十跳不动。我几岁就可以继续。站到三十岁，笑死。是，跳到后边咔咔咔，就这样吧。没有，那个毕业之后转战幕后，报告闹着，没有报告闪到腰吧？那不好意思，我闪到腰了，可能要休息一个礼拜。
上个车。没有冷气，噔噔噔噔噔，你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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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很快，不然很久吗？不一样的，大家都做过的哦。Taco 趴 ，Taco 趴的 Taco 趴 Girls 是就是忠实好顾客。我没有用跑的啊。Oh, oh, why? 一直很香，有吗？嘿，等我们，嘿嘿嘿嘿嘿嘿。要离开了啊！好想跳舞。其实我不会跳。不会不会，好了好了好了，好很多了，不会痛了。我不会，我读书不会听音乐，我读书要非常安静，因为我读书听音乐，我就开始跟着跳。不是闪到腰啦。不是弹到腰，是背，可是现在不会了，它都一阵一阵。哦，怎么现在才出现？哎，很奇怪，每次
君だけに。チュチュチュ。再跟着栗子跳起来，我先把我的汉堡收起来好了，吃不起来了，还没吃完，还有半个，我的鸡米花也还有半个，不对，还有三分之，四分之一盒。准备想说跟每一个，结果好像也跟没跟到。好，我准备好了。ぐらい願った。哇，谢谢 Eddie。どんで行け。哦，谢谢鱼尾狮。手指头超长的，自己好，我准备好了。哇，我第一名哎！为什么鄙视语文？最後の最後まで。いい人でいたいなんで優しいふりしてる自分を芸術しようか
好，打卡地图炮。咚咚咚，咚咚咚。没有，没有学啊，我是看影片。没有学，那是我自己看影片的。里面有娜娜前辈，嗨嗨爸爸，里面有娜娜前辈，所以就看一下，大概学一点。这首很难哎、欸，动作很细，然后很快。乌萨比较难吧？对啊，跳起来就是帅啊。好，记得回家，回家小心。组长，我们连练 river 的时候都觉得很可怕。我真的觉得 river 超帅。心の空に雲がかかって月が見えなくなった。闇の中で光さすのだろう。想像上のジェラシーの鳥羽を広げながら、その現実疑うように重たく涙があって、あの夢にもう这个这边的手也很难。对，我就是常常照着前辈，就是那个 YouTube 查那个前辈的名字，然后就开始听。哦，这五连发族群的太可怕了。好啊，我也想听。
是哪一个啊？只有 CCP 动作特大，没有注意到哎、欸，真的吗？只有我们动作特别大吗？好热哦！我只要一跳起舞来就很热。こんなに苦しい思い生まれてから初めてだ。愛が静かに狂わせる。心の空に雲が出てくなった。谢谢游戏 Hero 的枫叶。噔噔噔噔噔噔，好热。光さすのだろう。想像上のジェラシーの鳥羽を広げるか。没有，我没有变扎卡，扎卡嘞。他还在吧？上面还有显示在啊。在啊，他上面列表。哦、好了，应该不用讲，没有，只有我一个人不想开，不想听听 Four 的思考。嗯，熟悉的那句到现在在哪里？指的风景是否与你在等着我？记忆中，嗯，亲爱的，我看到我想听的，先放另外一首。大爱是和阿多诺，大爱是自己的你。有意倒出来什么东西？冷气没力也是列表眼中的蓝的不思議な気持ち今まで感じたことがない謎が何だかドキドキしてるあとのダッシュズゲームイエイイエイイエイあ、ちょっと大きいあ、あ、すごいダッシュズキーボー可以放进吹冷气，可是我喜欢坐在外面，比较舒服。啊，前辈，谢谢他哥的枫叶。对，比较舒服。我觉得我今天台湾国语，我已经不想挣扎。而且我觉得我记舞好慢啊，可以。ミステリーがいっぱい。蹦蹦跳跳。耶耶。对啊，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蹦蹦跳跳才是我，太安静就不是我了。谢谢小皮的星之冠，看直播就自然，笑死。
哦哟！看到绿子唱歌的时候跳没有，是不是？很烦哎、欸，直接很烦哎、欸，没事，算那个挑眉干嘛？哦哟！ミステリーがいっぱい。对，今天到七点。你先字幕组的，笑死！什么东西？丽丽。quality 是什么意思啊？好，那很烦哎、欸，那个挑眉真的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可是就是唱，就是感觉就是要挑眉一下比较唱得上去，你们懂吗？我知道，我知道，一定只有一些人懂我而已。好像有剪影片，笑死，情不自禁。那是一首歌啊，老歌，可是我忘记怎么唱。朝の空を見上げ。等下，我要试试看，我不挑眉唱这首歌，可是我觉得这样我一定唱不好。对，等下，那这样我要拿一下我的笔记本看歌词。等一下，不行，我要挑战不挑眉唱日文的365，等下很难。75算快了吧，我觉得还不够快，我觉得可以更快，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训练，可能就只能多跳几首吧。不能挑眉，不行啊，可是不挑眉很难唱歌。不挑眉很难唱歌，真的。哎呦，怎么办啊，这就跟那个不行，这真的改不掉哎、欸。我就那样唱，不行呢！哦呦，那个挑眉真的很烦，还被数出来。搞不好有挑眉唱比较好。然后就整首都这样。不要算了，不行了，不行不行，那突然觉得，哦呦，我一直注意我的眉毛，那这样，不行，我觉得不行。这样唱完这首更好笑，不要，不行，哦哟，这样，这样就好了。朝の空を見上げ。不要了。不准啊！啊，可是不挑眉很难呢、欸。发出光是，哔哔哔哔哔哔。对不起。
你要挑了这么多，突然那么建议，没有啊，因为姐姐没有讲，我真的没有发现我会一直挑眉，我会发现我一直挑眉，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它。哎呦，好希望赶快有那个、有 live， 好想血池。不会啦，跳舞的话我应该就是我认真唱歌才会有这件事，才会有挑眉这件事，不然基本上应该不太会，跳舞的时候应该还好，可是如果是唱365的话应该就会，就是那不行啊，不要再碰我的眉毛，你们很奇怪，眉毛就画不好了齁，七七都说那个眉毛都不会画了，不行，你们这样，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这样会害我以后唱歌都想到我的眉毛，不行。我也想让你们看365的 live。不行啊，这样刘海真的。3.8K， 我真的是中枪王。少跳一下是不是哪里怪怪？不要注意我的挑眉，这样你们到时候还会一直想着我的眉毛唱不好。中枪担当。哎呦，好大声！坐着难唱歌。朝の空を見上げて、今日という一日が笑顔でいられるようにそっとお願いした。時には雨も降って涙も溢れるけど、思い通りにならない日は明日頑張ろう。ずっと見てる夢は私がもう一人でやりたいこと好きなように自由にできる夢。人生は紙飛行機、願い乗せて飛んでゆくよ。風の長を力の限り、ただ進むだけ。その距離を競うより、どう飛んだか、どこを飛んだのが、それが一番大切なんだ。さあ心のままに、365日、不是，我发现坐着的共鸣，坐着的共鸣位置是错的。不行，坐着共鸣位置是错的。飛行機、願い乗せて飛んでゆくよ。風の中を力の限り、ただ進むだけ。その距離を競うより、どう飛んだか、どこを飛んだのが、それが一番大切なんだ。さあ心のまま
好换气啊，中午比较难换气。我觉得日文唱起来跟中文唱起来真的不太一样，我觉得中文很难唱，就是因为中文还有咬字跟头尾。格莱曼美玲，格莱曼要不要继续呢？说没有，我唱歌不好听。今天来场深夜直播，我唱歌不好听。这么多人睡不好，试试好自在熊班，充满灾难。而且刚刚没有唱好，我都没有唱好，不要剪精华，帮我把刚刚那一段mute掉，你们听完就好了。他们是真。365天不停不停飞行，我又破音了。小弟说：“家里不要再破音了，对不起，我破音了。”不好听，哎、欸，那个等一下上传直播档，记得 mute 掉啊！啊，记得不要剪精华，对，这样还因为大家有在的，大家听完就好了。现在中文好像不卡住，不好唱。没事就真的不行啊，大家很多人都说唱不好，可是是事实啊，也没有唱好。对啊，没有唱好，我真的都很想就是赶快就是网络上那些影片都不要出来。哎呦，那些直播真的很灾难，好想血气。好想多上一点唱歌课，补救一下我这个可怕的唱歌。好，小雨，拜拜。好想表演，好想睡。唱不好啊，走音啊，因为我听不到自己的声。我只要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就很慌张。不行，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官方剪出来的样子。我到现在是没有全部。看完过，我只有看官方的那个 behind， 就是只有看那边，我不敢整首看。哦，就很烦，觉得唱不好。那聊一下听歌会不会？也听了好多版本，自己摸索的那个，就是一个。等一下要不
都不缺什么。而且都会就是知道唱不好，可是还是会去看留言。就是，虽然大家都给我们很多鼓励，可是就实际上是做不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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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是做不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在努力呀。你在玩你泡菜呀？这次一定要跟他搭上话。哒哒哒。哎，原来已经七点多了，那我要念榜了，我要念榜喽。你在纠结？不行啊，这第一次表演这么重要，一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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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の季節が。好，晚点吧。しまった君をきっと誘えなかった。第一名是林果，谢谢林果，谢谢谢谢林果。谢谢谢谢林果果，第二名是心颖，谢谢心颖，谢谢谢谢心颖，第三名是幻影战士，他们在这里演演的执行，然后说对的很两个，哎，我向上移了，谢谢幻影战士，谢谢，谢谢，谢谢。第四名是星星，下雨，星星，然后选第四名是星星，这边进步耶。三张三变这样，哎，我不是这样。然后还这个好像，哎呀，现在看到这个，这不是你，这不是你想要的。什么蹦蹦跳的震度？说的。对啊，这个是你的兄弟之类的。什么开枪？哦，那个开枪真的是。第五名是扎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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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名是桃瓦哥，谢谢桃瓦哥，谢谢谢谢桃瓦哥，谢谢。第九名是明，谢谢明。顾立波，谢谢明，谢谢谢谢。第十名是企鹅，谢谢企鹅，谢谢谢谢企鹅。第十一名是 CKUFK， 谢谢谢谢 CKU， 谢谢。第十二名是泡泡，
看到栗子不是因为颜值，但栗子颜值高，真的吗？谢谢，谢谢泡泡。但记得那个还是，但记得我的精神粮食还是要，就是还是要给我一点，对，对，想换桌布了，对。第十三名是张石秋，谢谢，谢谢。第十四名是 Eddie。十八是小小的烦恼，那那那那眼泪在嘴上打转，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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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看日本，对哦，我忘记了。天啊，那我没有啦，滴滴啦，滴滴滴滴，叫滴滴用吧。日本日本，看错看错，太习惯。第三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第一名是林国，第二名是幻影战士，第三名是 Lingo， 第四名是星影，第五名是宁。耶、yeah, ！谢谢你，谢谢，谢谢。我现在补念没有念到的，念到的哈。啊，后面应该都有念到了吧？阿 Kira， 阿 Kira， 谢谢阿 Kira。我随便补给很重要，怎么说？为什么是随便补给？哎，你们不要走来走去啊！等一下再弄啊！没有，刚刚爸爸也蹲低走，刚刚爸爸也这样。好啦，大家拜拜，我们明天吗？我看一下，哦，明天再聊，耶！拜拜拜拜，我们明天继续聊，拜拜。拜拜，拜拜。